我着火了。人家天津说怎么你大哥的一个粉丝牌啊，谢谢我勇哥。人家天青色等烟雨大哥的99个粉丝牌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哎呦，可别送了，怎么这个开播先收了生活里的两个大哥，现实生活中的两个大哥的礼物呀，好尴尬呀。啊，没有吃到。哇，感谢天青色等烟雨大哥的900个粉丝牌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跟他换掉，这里换掉就是不亏的。我先让他提前把E开开，我出手的一瞬间立马给恐惧。你们怎么？哎，我直播间的好兄弟怎么卷起来了？今天什么情况？别，真别送礼物了！咱男主播，你送礼物我给不到啥回馈啊！可别搁这哐哐哐送了，我人傻了。再次感谢各位大哥的礼物，谢谢各位老板的礼物，谢谢。老板大气了，谢。我的乖乖。谢谢我勇哥的1000张粉丝票啊，谢。先撤一下，我这忘了岩雀的位置了，不知道岩雀的位置，这个情况我上去有点犯罪的。我们可以完全可以不压他，这会儿求稳就 OK 了。这里背后有小兵啊，我们可以行车走。他没有技能，直接追着 A 一下，小兵先吸血拉回一下，再 A 一下 Q 一下。哎，这个拉扯呢就直接让石头人痛不欲生啊，因为我看到岩雀在下。好，这一波我俩就是一个单挑，那也不算单挑，他是快10个小兵打我一个。建议以后一个月休上天。哎呦，谢谢兄弟们的礼物啊。好，谢。女主播送礼物有回馈了，那女主播喊你声么么哒你也高兴啊，那他妈男主播喊你声么么哒你估计啪下就是把直播间给关了，对吧？男主播喊一声么么哒，你估计直接右上角点个叉。哎呦，我他妈蠢了。我怎么，哎呦，这波想打 AQ 太蠢了。经典的 Q 免疫大，他没得选择，他这里怎么打都是要死。真的差距太大了，我们完全没有必要，给了就给了吧，给了之后这个来一套怎么说，真的差距太大了，不是说差距小都可以去打的，
它跟别的装备一样都可以去打的。但是十字镐和战锤在中期的时候，特别是 ADC 和特别是他们所有人都发育挺好，我又不是说冠绝全场的发育，打起来很危险。哎呀，老子难受呀，这不，哎呦，买块表吧，扬名立万在此刻。哇，一个就好了呀，哥还探兵啊？你打完我们一起宰，算了，一样的，我们就打个工吧。嗯，还好杰改，我忘了杰拆的挺快的 ，ADC 这个角色倒是没啥问题。我得拿点燃蹭一个死五，所以点燃我一直留着。我这不就挨进去挨打吗？哇，我们家 ADC 好狂啊！这就是自信吗？他伸着脖子就进去了呀。Come on. 哎 ，ADC 吃饱了之后很细节，经济都让给队友吃了。经典跟谁对线打的 R 谁，我感觉其实这个大招放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了。拿下，拿下，拿下！喜欢主播的别忘了点点订阅，谢谢大伙的支持啊！这把不算 C， 但是打得还不错啊！你妈11分什么东西啊？退潮。